蔡万兴，是民国时期开在上海的一家宁波菜老字号。在时代的裹挟下，曾在店里当过厨师的宁波人曹国才辗转到了台湾。感念昔日老板的恩情，加上怀念家乡的味道，曹国才把蔡万兴在台北又创立起来。如今传到小女儿曹爱琴手里，一晃已70载。我是我家老六，最小的，我们根本没有想到会由我来接的，我能力最差嘛。我妈是诸暨人，妈妈怎么教我们就是怎么做，就跟我女儿现在一样，她也不太愿意接，因为这个生意真的蛮辛苦。湖州粽、菜肉馄饨、芝麻汤圆、桂花酒酿、宁波年糕是蔡万兴的镇店五宝。你看我们的汤圆包得又圆又亮，这就是宁波口味的汤圆。曹爱琴对老店的记忆定格在许多老兵们在店里打年糕的快乐情景。我们家在刚开始时候做宁波年糕，那些老阿兵哥啊，打年糕的时候多热闹啊，两只手都烫得红红的，很好玩。所以我们这边啊，宁波年糕卖得非常好。我这边上面打的就是宁波蔡万兴，都是属于正统宁波的小吃小菜。郑家的小龙汤包，鲜肉是打底款，在此基础上还将虾仁与丝瓜同时入馅。有别于鲜肉小龙的汁香浓郁，丝瓜虾仁汤包则让人在入口时同时感受到丝瓜的香甜与虾仁的清脆，体会不同层次的丰富口感。有时候都是被强迫啊，强迫当童工啊，稍微有点年纪以后都会有那样的责任感，就是家里就是一块招牌，这是一个传承的责任吧。郑可荣从父辈接班，像是在历史的偶然中必然的选择。这个是一开始真正开店面的时候的相片，这个大约我21岁的时候回老家浦江的时候，那时候去街城上面有吃到一些东西，觉得还不错，蛮好吃的。等到我儿子那一代他们接，希望他也这条路不会走得太艰难。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海产丰饶，海洋的底味刻入了宁波菜的基因。咸是对老底子宁波味最直接的形容，更准确的说是咸到适中，咸中带鲜。茶亭饭店，宁波传统菜里有一号的老店，位置虽偏僻，但因口味地道，食客们都会慕名而来。李鸿辉，茶亭的接班人，自称厨艺无师自通，这让远近驰名的口碑更具神秘感。97年嘛，去国外，人家给了我的评论，就说你的菜烧得可以。后来回家派岳父烧菜啊，接触，有点灵感了。就是说宁波人从小看惯了宁波菜，有一种灵感在里面的，宁波菜的味道啊，都是刻在脑子里。另外，宁波菜特色就是咸鲜味，海鲜鲜，家常菜有点咸。新鲜的食材随便怎么烧都不会难吃的。正宗从来是谜，就像风行大陆包子界 C 位的杭州小笼包，却是出自万千嵊州巧匠之手。夜色下，嵊州越秀路上遍街的霓虹招牌揭晓了江浙小笼包界的真神黄泽豆腐包。黄泽镇临山傍水，是绍兴嵊州中东部的一处灵秀。古镇生活悠然闲适，更有大都市难想的细腻，这在他们的吃食上尤显尽致。现包现蒸是小笼豆腐包鲜味的绝对保证，单泽记的蒸锅上永远都只有那么2屉。